今日同大家讲下 Mr. Hobby 嘅白笔地，除咗补窿补罅之外，仲可以攞嚟做啲咩呢？呢度有一个模型零件，大家见到嘅炮管咧系滑捋捋嘅。我哋挤出适量嘅白笔地，然之后再加 thinner， 然后攞支唔要嘅画笔或者旧画笔，沟匀佢，再笃笃笃笃下佢。用嘅时候咧就唔系游上去嘅，就好似片咁样样一下一下笃落去你个零件。笃完之后咧，唔可以太平均，好似而家咁样岩岩惨惨就差唔多啦。上埋 finishers 嘅 light gun metal 浅嘅枪铁色，完成之后就好似一个铁柱嘅表面咁样样噶啦，系咪有多个用法咧？